大家好，我是这个患者。今天这单是什么意思？我倒不大知道了，好像是，也不知道是啥情况啊。最近好像也挺搞笑的吧？是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但是我感觉我好像补齐了几个币啊，回来的一样。这是什么呢？他一开第一次帮我发的时候，可能有很多东西也忘掉了。帮我发东西的时候，应该有一部分东西也忘掉了。这是一个利用一分。买那个利用备一分啊，这东西倒也不大会有什么修补，就是状态差一点，利用备一分。还有些什么东西？那是把另外两批东西一起寄给我了吗？鬼万力啊，鬼天启，又来了。这是我在那个上面买的鬼天启啊。这个应该也是，应该买了6个鬼天启，他好像是分了两个单子给我发的，可能一部分抽查到了北京吧，然后买个单子给我发了，其实是挺尬的啊。这个鬼天启状态也还不错，那是鬼天启，都是属于相对比较厚重的啊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的，觉得这钱的厚度还是很厚的。你看，这是1块钱的硬币，能到1块钱硬币的厚度啊，属于是比较厚的了啊。1块钱硬币是2毫米的啊。还有几个鬼天启，一个域名被一分。这个好像是400-500块钱买的，500块钱，400多到500吧，品相弱一点，确实是弱一点，便宜嘛。行，这个鬼天启是我自己收的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原因收呢？就是这一批都是厚板厚重的鬼天启，可以看到啊，这基本上每一枚里面都有一枚是很厚的。就是2点几的厚度的那种鬼天启其实是很少的，对。然后这次不知道这坑怎么抽了这么多，然后我就顺手收了，然后都收下来，收了十几个，等到以后到时候再慢慢的去变现。以后这个东西还是会少的，因为这个天启这种像这一枚状态就很好了啊，像这种状态鬼天启，这种东西就是以后会卖的还是会比较贵的，对。就是我收了大概有5-6个吧，等它评级回来的话应该有10几个啊，都是这种厚板的。行，拜拜。